Hello，朋友们，欢迎来到我的吃播频道，看丰盛不？有虾，有肉，有菜。你怎么能把那个肉片片成那么小的？咱懂不懂切？不懂切，对吧？这个是你自创的菜吗？啊，这至少你小六给我给你打创吧，容易吃饭，干吃。这是黄瓜。嗯。我看你吃着脆。我以为西葫芦嘞。西葫芦对呀。你的话你放到现在。嗯。留了，给我干嘛？这大的一个黄瓜。你都那天比完赛唱完歌还聚会不？当天也没人管饭。嗯。不是硬的，没什么用。这地方刘老师比赛呀。那咱叫干脆。公交车。骑自行车。坐公交车前我不去中间。骑自行车去。远着呢，远边儿，离那不远。现在目前就公交去了，再没坐车。咱骑自行车坐那小地铁。那这香肠我来了，对。哪块大？在哪儿买的？乔巴索。啥呀？人家自己弄来。妈弄的大虾真好吃。能熟点。就是皮儿也不吐，直接全吃了。这蔬菜好，这也不改。这就是一碗，还有一碗呢，再吃一碗。什么？那灌汤鱼？我家俺爸看天书无量，您又咋看过？就对这个有执念，你知道吗？俺买了蒜苔，还挺好，颜色不深。那个小蒜挺好，还挺贵。嗯。还不贵。这两天菜价绕了。那那时候以后菜价就落了。那，你刚才吃了好几个了，那你炒的那家没吃。嗯，好吃。但是下回咱买的时候以后就千万不要放这长时间都没有海鲜味儿了。哎呀，那天下午风可大了，那天下午风，啪一声，我。牙戳的，电动车的都刮倒好几辆。